OK，好，那接着要进行猜 V，不是先进行 V，先猜 UV。好，那另外就是提醒一下我，因为我省面省习惯哈，我已经尽可能加还是低于7000。好，如果比赛的那个限制是1万的话，那也许就在这种物件上加多一点。比方说像这里就不用这样收，这里就干脆就直接整圈过来。好，对，那就是大概这个概念，好，大家提醒一下。好，那我会把这个档案另存一个，用来拆 V 的。好，OK，好，那这个就是用来档名已经改了，所以这个已经是新的，我会全部转换成 Poly，就是那个编辑堆叠就会被我清掉，本来这上面有很多堆叠，会被我整个清干净。好，然后就可以进行做拆 V 的处理。那我在我是我给的习惯是分开来，就是一个一个零碎的零件，一个一个拆，拆完了以后，最后把它们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，再下拆 V 的指令，它就会全部在一起，然后再重新排列整理。好，那这样比较单纯的是，好处是你不用在这个指令里面去找哪一个物件，然后去拆，然后那个 UV 的编辑器里面满满的这种东西，好，那而且因为 Maze 现在提供了一个，应该跟 Maya 一样，有个叫 unfold，这种指令，那它会造成是，就是你一样，它就给你重排。那我，暂时有些东西还没拆好的时候，我不想用这个功能，所以我会采取现在你看到的，一样，每一个都有单独下指令的拆解方式。好，OK，好，那拆的时候当然要把这个打开，就是 UV Checker 的。你长相，好，我按一下 F2，先关掉那个显示。我要看那个网格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会看到，这里有拉扯，所以像这个就需要做一下 relax 放松。那这个 unfold 做下去是没有意义的，它就还是维持这样。我要用的是 relax by polygon，用 polygon 的角度去做处理。那这个扭曲还是会有，最内部还是扭曲，因为它只是硬把刚刚那个展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昂度有没有？它把里面的面往里面展，这个不用特别展出去，因为这个除非你在里面要画那个螺纹，那请你另外展。如果你有特别需要画什么东西，这个内圈就得另外展成长条状放旁边，这很麻烦。那以这个物件来讲，展成这样就好，所以我通常展完丢旁边。好，不管你要不要缩小什么的，就丢旁边，那这个就好了。Capsule。或者留着没关系，这样就知道这个是拆完的。好，有放这个就拆完的，那就一块一块的往下走。那这一段影片你就是知道我是先拆 UV 就好。那因为软体不一样，所以拆法一定也不一样。看一下它选到哪去了。选的是这个点，对，这样才对。好，就是按下 F2，这就是我选。现在选到这个面，就直接快速平面，好，丢出来一块。剩下的区域，这边一块一块，一圈一圈来。忽略背面。这样子的区域应该可以把它做一个圆柱。然后，中文输入。把接缝转到下面去，所以我通常会转个90度吧，习惯性的把接缝放在正下方。这块就是现在这里摊开还没有做处理的长相。把这堆都搬到旁边去放。这块
要搬回来。好，那因为接缝这里其实是有裂开的，我要整理一下这边。做一下焊接。好，所谓的裂开就这里，现在是绿色的缝，在 Mesh 的 UV 这就是破掉的 ，UV 是分裂的、裂开的，所以我要做一次焊接，合成一块，然后这个结构就可以去做这个指令。嗯。变这样子，好，改成旁 fold，OK，这样才是正确的长相。那这个没有问题，管它。好，剩下这个，这个一样哈，这个要分成两个阶段来做了，就是外圈正面是一圈，然后还要展开，OK，那。就是其实正面背面啊，但是我有一个别的功能可以用。面扩张，剪掉，再剪掉这里。那现在剩下，对，这一圈就是圆圆的这个。平面贴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环拉出来了，然后剩下的前面再来一次，这个内圈加这里，好吧，这里就好了，一样。好，那这圈，上方的下面，对，我喜欢用下方的位置，好，撕开，star pelt，star relax。commit，再执行一次。好，就先丢着。有猜没猜？你现在就看得出来。好，没有猜的就是这种乱的。还有这个外圈。这圈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直接，细细的选起来，应该没有选到不该选的部分，好，可以了。那这个的接缝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再选一次，OK，要么就要先切再选。OK，没有多选的地方，接缝蓝色缝线，OK，有了。Star Pelt，Star Relax，Commit，OK，先丢旁边。那我还剩下正面这里，正面，好，就剩这里，就这个，这个直接按这个就好了。OK，好，全选 Unfold。OK，好，那还行。除了角度手动调，这个最后是不是这个位置还不确定？搞不好也要排成直的才会比较放得下，也不一定。但以目前这个样子来讲，应该都是先这个角度。有一些我记得买好像有功能可以把它硬拉成
板条，就是平板条状啊，也可以啦，如果你要用的话。好，那这组就算是拆完丢旁边。好，所以就照顺序往这边走，比较不会乱掉。接缝在前面，所以也许转再把它转一圈会比较刚好。对，就是在模型翻转，直接模型翻前后旋转一圈，复按一下，OK，可以。横的还是直的，反正最后再来瞧位置，就旁边。简单的一起拆一拆好了。这个不用一体成型，不用一体成型。现在 break 的快速键是什么？Edit，Tool，Shift R。再 unfold 一次。OK，好，那这几个把它转正了。这是 unfold 的缺点，就是。它会自己转自己，就是通常不会转正，就很讨厌。丢旁边。这个物件，OK，直接炸开，用。60度的夹角，所以这里就这边，OK，没有问题。这块是正面，这里好，方向最好跟这边方向一致。好，就如果看得出方向的话，最好是一致，因为这会影响到你将来在那个这一块是哪里？哦，这里。那这个其实就可以，接过去。好，或者不接过去，把它打断，也是个不错的做法。那应该可以接到这里。OK，上面。好了，不要整理，我们就取最快速的方法。丢旁边。
跟啊，undo，不要它 unfold，有没有 unfold 以后，这些本来已经排的好好了，它就给歪掉，这是有时候它很讨厌的地方。那这个好了。做这两根，这两根好，其实你可以拆完一个再弄另一个了。不过反正是一样的东西，就一起来。总东西是这样 fold 的，OK，好，它弹出来了。当然这里会有那个很多接缝，事实上应该不需要。切到这么碎片，不过还好，可以用就好了。丢旁边。好，那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是，就是做好的就把它们退去。比如说像这样，看不成 party。我已经确定拆好的，就 attach，这根好像还没，这个拆了没？哦，有拆了，那就一起拆好了，颜色改一下，可能会的。OK，好，那这样子就是，我一边做一边合并，然后有拆好的就这样。那我刚刚也顺便了解一下，我刚刚那个意思就是，全部分开拆合并在一起处理，就是因为那样比较好拆，拆的时候好处理，然后合在一起以后就会变这样。它所有东西都在这里，按个 pack 排列一下。好，那然后再自己手动整了，最终还要再自己也许是用 unfold 或者用 unfold 加一点点自己手动的处理。像这几个，可能都要把它转，让这个软体有空间去排列这些东西。啊，最讨厌就是这种东西，这个环里面都要设法自己想办法塞。好，OK，那先这样子，大概知道我有做基本的处理，capsule。好，继续往下走。这个就是一个很适合做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功能的这种管状物。为什么这次不动？有了，然后这回给我动到这来，没关系。选这条呢？OK，选这条不好，选这条。它跟选哪条也有关系，就会从这切，这样子切，那摊开就是长这样，会很夸张的变成一个长条状的物件，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网格，有一点小变形，不过呢，因为它已经尽可能变成一个细条条状物件，所以你就很好调整，好，UV。那当然，这样排 UV 也好排，因为是长条形。不过没有要求那么长条形，你就可以抄一下这个，让它的 UV 更正确一点。那这样子就得到一个其实也还算好排的结构。好，这样这个就很好操处理。OK，然后一个一个来。等一下再来排别的，好，那这个啊，这个好拆，因为Mesh 内建就是你 Maya 应该也是内建制作出来的物体，预设就有贴图轴。哎，对啊，里面那个液体的模型要不要做？
这个，里面可能要人工做一个像意面的东西，所以这待会我待会再补。反正我现在面数可以做这些操作。我先改一下那个 set，不然每次要拉好远。那它本来就帮你拆好上侧面上跟前盖后盖，这个物件本来就拆成这样，只剩下你要不要改成有没有要修正？比方说上盖下中心是这里，然后边界接缝在这，还是你要把它切一条缝，让它做处理？在这里我想要人工处理它，所以。从这条绕一圈到这里，再上来好。再编辑几条，每隔不要完全打。虽然这里也看不见，你要把它全部打散也可以，不过通常不会做这么散。差不多这个样子，改成这样子。就是把它拆成一张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我只是不想要有好多块，拆成一张，然后接缝在正下方，做玻璃的时候，那个扭曲就在正。就是会扭曲的地方在旁边，然后你做什么脏污之类的东西也都会是，就是比较正。我要的只是要这样子而已。OK，可以丢旁边。最终都要 attach 在一起了，因为你进到subtest 的时候要一起比较好做，因为如果它限制一颗材质球的话，好拆的先拆。这一样，它因为我们是个圆柱变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它。本身已经有一些资讯在上面啊，按一下 Ford 看看会不会帮我拆好，不好，拆得很烂，这样很烂很糟。但是这个造型的物件好像非常适合，不要 Ford，先不要执行，好像非常适合执行这个，好，这个指令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不管压扁，看一下我现在这样子看不见，要选哪一条？这条，不是这个。它居然切在这种怪地方，这条呢？手动来，它不鸟我。如果遇到这种状况，一样没差了。手动，不是这样，弄错了，sorry，这个
加，这到这部分应该都可以切成，再加，这样子当做一块，快速平面贴，就是当平面看待，剩下的部分。Payout Star Relax，好，所以剩下的是这里，这里是底部，就我只是要做一下这样的处理。那当然这里有个破掉的 UV，看一下，OK，好，排列好，排列好。搬到旁边放，可以。其实蛮快的哈。你可以发现，如果你只就是专心的一直猜，应该熟练的话，半小时到40分钟要猜完。